各位议员当然吼，啊，关乎咱一级主管，啊，一级媒体先生吼，小姐吼，啊，各位先进嘞，啊，大家早安，大家好吼。今仔日是咱第十次来临时会讨论的提案嘞，啊，今仔日拢总有26个案，啊，关乎呢提案有17个案，啊，议员呢提案呢有9个案，咱即马吼为甲一案开始审查。甲一号案，提案人县长张华冠，案由。为配合商业登记法修正及中央政府加强夜店业之稽查管理及营业场所毒品、色情等相关防治政策，并对营业场所内如发现消费者有从事毒品、色情及违禁品等相关不法情事，可以商业负责人通报司法警察机关之责任。拟修正嘉义县四天歌唱礼法三温暖五厅五场九家酒吧及特种咖啡茶事业管理自治条例条文草案，请审议。审议通过后，依地方制度法第26条规定，请中央主管机关核定后公布。各位议员，各位议员对甲一案有什么意见吗？无按照原通过来。提案人县长张华冠，由为因应新增夜店业纳入维护公共安全方案联合稽查之实施对象，并纳为强制投保公共意外责任险规范之适用对象，原配合修正本自治条例，请审议。审议通过后，依地方制度法第32条规定公布，并依同法第26条规定报请中央主管机关备查。各位议员，咱对甲议员有啥物意见无？那无咱原来通过吼。甲三号提案人县长张华冠，由有关嘉义县建筑开发业管理自治条例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审议通过后，依地方制度法第32条规定公布，并依同法第26条规定，请中央主管机关备查。各位议员，咱对甲三号有什么意见无？好，来，完整来，有什么？好，这点哦，这一点，我想针对第二条。我想之前我有跟经发处说过哈，因为修正之后，我们上一次修正是改成就是要加入本县的建筑开发商业同业工会，然后现在改的是配合中央嘛，然后要改成嘉义县不动产开发业管理自治条例，那是一要加入第二条一样，后面要应加入本县不动产开发商业同业工会。那我希望这一点我有跟经发处提议过哈，因为我们嘉义县是本来就是一体，那希望讲这条也应该就加以管期。那这样子的话，对我们县民来说，咱家对咱嘉义县的工会，你嘛赶快应去嘉义市投资，嘉义市对嘉义市的工会，赶快应来咱嘉义县投资，等于互相有交流，你互相都可以，嘉义市的也可以让嘉义县盖房子投资，其实对于我们嘉义县的发展也是比较好的，也可以增加我们房屋税的收入啊，或是契税的收入。那这一点经发处是不是已经有在研议了？可以请经发处说明。这个法源哦，因为有同法同定了哈，那县市如果要制定的话哈，那经发处跟法制是，那经发处先解释一下吧。好，谢谢大主席陈议员。那各位议员先生女士，感谢那个张议员针对我们嘉义县不动产开发那个管理自治条例的一个关心哈。那有关这部分的话，我们在今年也有跟嘉义市政府这边，那针对有关于县市的一个不动产开发业的一个加入的一个原则，我们有进行沟通了。但是嘉义市的部分的话，它已在今年年初已经针对这个自治条例，它先行颁布。没错，因为咱嘉义县该讲咱嘉义，爱嘉义咱嘉义县的，嘉义市的当然嘛没有咱嘉义县过，所以嘛该讲你也离阮嘉义市的，该应来投资。对，那这部分的话，我们也有在陆陆续续跟他们的那个防护处长以及郭科长这边做沟通。那另外，我们也针对那个商业团体法，他所定班的，就是说所谓的同一区域的部分的去做一个解释。因为就我们嘉义县这样来看的话，县市其实是应该是在整个同一个区域内。那这部分我们也行文给那个内政部营署，那内政部营建署再转文给那个内政部这边的那个不知道哪一个事我忘记了，所以目前还在跑流程就对了。是 那希望说你们可以再继续就是看中央怎么样解释，针对地区是怎么样下去做解释，
我想这样子，如果说是嘉义县市摆这一题，不用去限制说到底是嘉义市还是嘉义县，只是互相让嘉义官嘛，应该嘉义市到住嘉义市嘛，应该让嘉义官到住其实这些双方就是都很好的。是，好，以上是我的建议。那、啊、这条可能得等经发处等他们就是内政部回文之后再修改啊，这个我只是我建议说未来可以朝这样的方向。好，谢谢。Okay. 那反正你讲的这好家伙哈，因为这个问题呢，我跟你讲，就是同法要同定里面呢，我们的县市要一致的哈，安尼对咱地方啊未来开发性会较好，哦，这是属实。啊，那经化处这边跟法制司这边呢，如果有新的法源呢，母法这边有修正，如果给我们地方的话，马上给这些议员好不好？好，安尼咱就这样，无意见，咱照原通过好不好？好。四号提案人县长张华冠由有关制定嘉义县新设置畜牧场管理自治条例案，请审议。审议通过后，依地方制度法第32条规定公布，并依同法第26条规定，请中央主管机关备查。各位议员哦，咱对这个案呢，我相信呢，今仔日那咱来。有真侪咱个地方个时代，哦，拢来到咱现场，哦，咧旁听。啊嘛，对这个案呢，嘛已经甲地方呢，甚至咱全台湾省个法院呢，哦，拢搞得沸沸扬扬。对咱地方个保障性，甲对事业单位，咱所有个保障呢，我相信，哦，因为伫个法令个制定内底，哦，依法定事，啊嘛希望呢，咱各议员呢，甲今仔日呢。有什么意见呢？咱提出来直接讲嘛，无要紧吼。啊，郭议员，咱对这案呢有什么意见无？好，来，文正来。他说这一条，这个自治条例，咱是一条一条审查，一条一条念，啊，一条一条有啥物问题，就去大家就去讨论安尼。因为大家都很关心嘛。你若一个一个讲，可能每一个人讲的无同，咱就一条一条念，然后看第一条这样逐条下去做审查，因为总共7条呢。同意吗？其他议员同事同意我的建议吗？好、哦，一条一条落去审查呢，较袂有。各位议员，刘主任，我是建议讲吼，大家当先。讨论一寡原则性的问题，啊，到时阵吼，一个阶段了，一个阶段了，咱再过来一条一条讨论。一条一条讨论，你怎么？其实就安尼啦。我总体的目标，咱会怎啊无法度去讨论？调审里面呐、啊，要调审呐，其实也没有很无偌济哈之外。哦，其实要调审呐，重点性了哈。我感觉讲，应该是。咱这议员的意见呢，是不是先提出来大家讨论？啊，调审的话是没有问题的哈、哦。我良心说了，不足济啦，是不是这议员，恁把问题拢先讲出来，恁的意见伫对答，我们提出来了，安尼好不好？啊，反正这样可不可以？可不可以？好不好？哦，要调审的话也可以啦，因为不是很多啦。哦，啊，当然呢，我是感觉议员，咱各地区呢，拢真关心着咱百姓的民意，哦。因为这个物件呢，这个案呢，已经讲足久啊，啊嘛，地输到过去的法院，甲地输到今麦呢，的母法的制定里面，行政定数为中央甲地方是一条边，横向的作为里面要怎么去制衡，那才是未来性。我相信咱各议员呢，拢是明智的吼，啊，希望呢，啊，今仔日呢，无要紧，咱各议员，恁把意见提出来。哦，咱大家讲看卖咧，咱家来做审查咧，好无？好、哦，叫我遐来。我是讲哦，因为这7条无介济啦，啊，因为争有争议可能为呢，啊，念念好达到。啊，所以讲真正咱议员的意见，莫讲规个，因为起来讲，一个讲一项开袂煞，啊，咱就我逐条审，一条条审啦，吼、哦。好啊，好啊，好啊。啊，讲各议员有啥物意见无？哎，我讲，安尼叫麻烦啦。农业跟法治啊、哦，先我们先逐条啊、哦，我们把它法源啊，把它宣读了，好不好？
那，啊，没了，我们就调整吧，我们就这样，好好，我们就来。好，嘉义县新设置畜牧场管理自治条例草案第一条，嘉义县以下简称本县为管理新设置畜牧场，提升畜牧场之污染防治设施，特制定本自治条例。我跟你讲啦，不意见啦哈，那我们你就继续先读了，好不好？第二条，本自治条例主管机关为嘉义县政府，以下简称本府。我做完本县里家认为哈。咱这个自治条例这个草案呢，咱这个自治条例的名称哈，我感觉会当把这个新设置会当成，可以考虑是拿掉了，因为关于就是申办新设置畜牧登记在第四条里面已经有就是相关的条件了嘛。那这样子，如果我们说这个是一个新设置哈，只有新设置的这个畜牧场管理自治条例，那会不会又衍生另外一个问题，就是那原有设置的畜牧场是不是要再订一个另外的自治条例？好，所以我是觉得说，既然要管理，那就是统一这个名称，就只要是畜牧场，就是管理自治条例，然后只要再把里面的哈，就是关于新设置的部分跟原有的部分，在条文里面就是设置相关规定就可以了。因为这个草案哦，我跟你讲啦，就是整个哈，就是说我们新设置的草案里面自治条例啦。哦，咱今仔日，哦，就我们就这样先读啦。这新设置哦，因为古地啦，古地咱嘉义县是农业县啊，古地人就设一寡猪场啊、鸡场，人就古地人就有咯啦，你知道？啊，你嘛是你要新设落，因为伊落的时阵较隐形一寡哦，迄种臭味啦、啥物啥物，迄是古地，我讲。你新设落就是讲以前的爱既往不咎啦。是是，就讲即马开始要申请的时阵，就是爱开始安。以前的人有一寡权利嘛，袂使顺着，你知无？吼、哦，就是因为即马咱即个草案呢，新设置里面的自治条例里面制定了以后，吼、哦，咱有什么意见啊？所以阿你，大家好，我是感觉讲政府的法哦，要定好清楚啦，后尾食鸡肉。啊，要食牛肉，啊，要叫人去800公尺，后尾搁设立吼，这是真无简单啦。即卖若要讲会当住伫离居居民800公尺，要设一个饲猪、饲鸡、饲鸭的所在吼，等于无可能啦。可能爱去海埔新生地，啊，去阿里山，看有法度离人800公尺无。所以我感觉讲，如果咱的话要定，包括拄只，咱议员你讲的讲，有的牛肉，咱已经即卖起落啊。因那个要征收也袂使，甚至要还收拢总袂使，安尼无公平。所以咱即摆新的法甲旧的法，我希望讲咱遐遮侪议员遮讨论清楚，嘛爱共个人申请人申请的遮，吼我相信讲，因为咱的迄饮食的部分嘛，足需要讲有遮的吼饲鸡饲鸭，阿拉不打遮拢一定爱来生产，咱看有大家有呾即个。也做迄个民生生活，看有法度使用。所以今仔日呢，咱这些议员来关心到这个工课吼，我希望讲今仔日伫这個一条一条新仔以后呢，遐旧的业者爱艰苦咧，安尼好不？谢谢。三过来。这个问题吼、哦，可能咱这同事吼、哦，可能大家可能较无注意看的。在咱的第四条第五项内底吼，咱都已经有作明文规定的了嘛。第一讲，伫管理会的土木场内底，第一讲，伫伊要增建还是要扩建当中内底，都无包括伫这个新设内底的管理规范内底嘛。所以咱这个是应该是针对新设的土木场内底来针对的一个修法嘛。啊，咱即马第一讲，咱的议员同事内底，咱咧考量的第一讲，伫过去所做的第一讲，现有土木场内底。这定落去，就是讲安尼是毋是对着进行你个无一个保障？
但是咱的第四条地方内底第一经有明文，第一经有写作清楚的嘛，是针对新设的跳木场的登记的一个限制。但是伫现有的跳木场，地讲现有已经有领有跳木场登记的这些业者咧，伊并无受这个限制，所以在这个部分内底应该是写作清楚的。各员刚有什么意见无？好来，文忠兄。啊，我想哦，咱这个讲正是咧进行咱的逐条讨论啦哈。啊，何主凡议员伊讲的是咱这个讲啊逐条条例的全名啦，吼、哦、啊，所以内容等下拢会讨论到，所以咱回到倒来吼，咱的逐条讨论啦。好，无问题。咱拄啊吼，对着拄啊第二条吼，我们刚刚第二条嘛，对不对？哦，那等一下，吼、哦，宣读每一条条心的心当中呢，吼、哦，可以这个用意，其实内容拢伫内底，吼、哦，啊，是毋是讲，因为婉珍伊提的就是要调审，然后呢，宣读完以后有什么意见，咱家拢做一届来整理，哦，好不？那我们继续调审了吧，继续宣读。第三条，本自治条例用词定义如下。一、家畜是指牛、羊、马、猪、鹿、兔或其他经中央主管机关公告之动物。家禽是指鸡、鸭、鹅、火鸡或其他经中央主管机关公告之动物。三、畜牧场是指饲养家畜、家禽达畜牧法第四条所定规模之场所。四、新设置畜牧场是指本自治条例公布施行后提出申请或已取得畜牧场登记而申请增扩建、改建之畜牧场。各位议员，咱对第三条，安尼有什么意见无？那无继续宣读第四条。第四条，申办新设置畜牧场登记，应具备下列条件：一、负责人或主要管理人员需具有职业学校以上畜牧兽医或畜牧兽医科系毕业，或曾受各级政府机关办理或委托办理之畜牧专业训练一个月以上，有结业证明书，或具有二年以上现场工作经验，乡镇市公所证明其资格者。二、土地应属依法可作畜牧设施使用者，畜牧设施使用之土地面积不超过畜牧场土地总面积80%。有建筑物者应依法领有建筑使用执照。三、应设置畜禽废污处理设备，并应符合有关法令规定之标准，但取得环境保护主管机关同意委托代处理业处理废物之证明后，有足够土地还原畜牧废污经环境保护主管机关认可者，得免设置。四、主要畜牧设施应符合中央主管机关所定之设置标准。五、新设置畜牧场应距离商店、厂房、机关、机构、住宅（不含农舍）、学校或医院周界300公尺范围以上。本自治条例公布施行前已取得畜牧设施容许使用同意书者，或已取得畜牧场登记而申请增扩建或改建者，不在此限。六、新设置畜牧场除依畜牧场主要设施设置标准等相关规定办理外，应在依其申请类型设置下列设施：一、饲养猪场、水帘或其他相同功能之密闭式或非开放式猪舍以堆肥舍、高床或条状地板之栏舍；设置废水回收设施、雨水污水分离设施及其他经本府公告有助环境改善之环保节能设施；饲养家禽、水帘或其他相同功能之密闭式或非开放式禽舍以堆肥舍；畜牧场周界应具备防止羽毛粉尘飘散之围网及其他经本府公告有助环境改善之环保节能设施。各位议员，咱对第四条呢，哈，我相信呢，第四条嘛是哈，说明到真清楚。啊嘛，制定的文字呢，我相信呢，哦，对咱地方的百姓也好，对业者也好，哦，
拢有制定性的用意伫咱第四条内底内容。所以讲咧，咱各议员，咱对第四条遮有啥物意见无？好嘞，无影。啊，我就是啊，咱环路各位主管吼，啊，以及咱几位同仁吼，啊，还有咱在乡亲时代，大家早上好吼。针对这个第四条这个问题吼，因为是咱伫第咱做人吼，一头的我有异议，发现的是讲上少上近，安那讲咧？因为吼，伫我落场吼，虽讲起来，这已经变迄落鸡条、鸭条、猪条的故乡啊。阮伫1904年，阮落场中申请的案件较紧，都有差不多20几件，吼、哦，啊，即卖已经准10几件，还佫做10多件伫遐等，还佫伫遐申请。所以阮像即落较偏向的，你讲三百公尺吼，上近啦，因为。阮落草吼，算讲吼砖头，拢足宽，拢离岸，所以你这三百公尺，实在讲诶离砖头上近啊。所以阮一寡乡亲啊有定情哦，包括咱布地几啊场拢有啊定情书来互我。所以讲是毋是咱管路定诶这三百公尺，咱有需要来甲加较重诶，哦安尼互即个草皮也好啊，伫即个当中算大家当。取得平衡点，虽讲三百公就伤近啦，因为这对咱砖头吼，怎啊个拢是啊个摆地啊，拢是啊摆地吼，拢是啊当然是拢啊虽然个摆地离砖头安尼实在足近的啦，所以这个问题我是感觉讲，请咱各议员吼，当然有无同款意见，咱大家既然有这个条款出来吼，咱爱来好好来甲审查吼，啊来用一个，当然咱业者嘛是爱甲。敢关心，哦、我嘛是一直在咧提供，应该爱提一个专区吼。咱吼、哦，譬如讲啊，农委会啊，咱经济部啊，咱管府，这下当来制定一个专区，互阮有一个去处，吼、哦，安尼较袂影响到咱砖头的这个。讲一句较简单的吼、哦，你家来加条要申请厝边隔壁，这两块小点的土地，伊都唔知影。咱当然是咱管政府这边是。农地农药使用，这是合法的，无唔对。但是当你申请过了，啊，应该讲啊，隔壁要来起价条，所以因就控制啊。所以我感觉这爱制定一个相关法规，是不是？因为小点的土地，是不是爱取得他们的认同？哦，这我这点我一边希望咱大会这边，这个部分爱甲加落。哦，你一定爱隔壁爱同意嘛，无到尾也出来是控制。哦，像这目前嘛，足多了解足多，条已经有同意啊。但是这嘛是，伊要起嘛有困难啊。哦，你砖头遮着搁抗议啊。所以这个咱要制定这个法令，咱是毋是爱较周延呢？哦，你最主要伊厝边隔壁，哦，这土地小点的所在，伊隔条打起来了，伊会影响伊的日光啊，伊的农作物也损失啊，同意也反对啊。这咱嘛会甲考量落。哦，这个部分，我是认为哦，一定爱。较重嘞，安尼较袂影响着砖头的这个环境，甲这个空气的臭味啦，吼、哦，这是我个人的表达的意见啦，吼、哦，无阮做啊绿草已经要变这养殖业的故乡啊，吼、哦，所以一寡乡亲嘛真反对，吼、哦，啊，所以我徛伫民意代表，我一定爱直接发言，吼、哦，啊，这条例这边制定，我一定爱坚持讲，咱爱有这个作为，吼、哦，咱议会这边，包括管务这边，咱来制定一个较合理的。所以我希望讲，咱政府会当来引导伊做一个专区的这个调整，安尼吼，较袂当影响到吼业者啊困啊是处境较困难啊，按这个民众啊抗议不断安尼啊，我以上的个人的意见。好嘞，主席，歹势吼，拄只陆会兄在讲这个工课吼，我伫只特别甲咱只所有的一级主管讲一下，百姓要甲咱请一个机，要甲咱请一个项目，我相信讲。唔是恁准，隔下就会准，害死业者开几大堆。10多年前，我请一个掩埋厂，拄啊，我个人了4500万，总共了6000几万。安怎讲？政府的条文绝对当申请，只要居民离因有200公尺、300公尺，这个也就当独个抓出来，结果阮申请当中未过。所以讲，你即摆要搁定什么法令？我讲啊，你搁定300公尺啦，400公尺也好啦。八十只啊，你都未当设定。
安尼比对呢，对业者无公平。所以讲，这法令要定，我直接我的感觉啊，因为我有受奖委屈，我今日特别来你讲，唔是对一个业者有甲我斗三工，也是对一个业者来甲我拜托。本来要甲管理申请哦，足严重个啦，恁计算袂好，啊，你后业者该死啊，土地买落啊，一家当本来300万，咱是讲啊，这个工课请会过，1000万甲买，即嘛吼300万买袂无人买买，害死人啦！所以我希望讲。咱今仔大家伫遮坐，咱的民意代表，咱所有议员伫遮，爱不但讲定啊好，包括百姓的部分，嘛爱共讨论清楚。所以我伫遮今仔讲较声的时候，就讲我委屈伫遮，纯粹讲予大家知影者。认真讲啊，百姓伊有伊的生活品质绝对公道，但是呢，咱伊个定的长度，若是讲真正真个真拄啊会下，讲拄只，无你讲300公尺无够，无400公尺嘛，无要紧嘛。无500公尺嘛无要紧，但是定出来百姓是毋是接受无？这点上严重。咱甲定400公尺，有诶百姓出来抗争，其实对业者一个土地买落去啊。安尼你著甲定出来，定讲都先民调，先下做迄个做去座谈会，先说明会，互因砖头同意，等到拢总算讲已经拢通过啊。安尼因袂当有讲话，安对业者较有保障。啊，希望业者能够买土地。作小心诶！那如果无离居民讲咧，唔忙买，真正买咧吼，料咧吼，一块地晒，所以才提起做参考。简单，大家谢谢。所以啊，委屈真多啦吼。啊，这有影啦，我是熟悉的吼。啊，那个，喂，尹俊啊，尹俊发言者，主管等一下好不好？好，谢谢柏林大哥。那今天有我们许多两方的。民众都很关心我们今天议会同仁的表现哈，但是在喊300公尺、400公尺、500公尺，甚至是1公里，我觉得我们都不是居住在养鸡场隔壁的那些住户，我们也不是在有环保局专业背景的民意代表，所以我觉得制定这些距离，应该还是要由环保局专业的局长来说明。在多少的合理的距离，它不会，它业者所制造出的水污染或是空气污染，在多少距离以上是合理的范围？我觉得是应该由专业的数据来呈现，或者是向民众说明，或者是向我们议会同仁说明，在怎么样的距离是比较适当的，而不是漫天喊价300、400、500。1公里以上，这我相信这对双方都不是最想要的答案。我们需要环保局长给我们依现有的法令，那目前就是我们的执行力对原有可能是养鸡业者，他没有完完全全照我们的环保局的规范去办理执行的，产生对一般民众对养鸡业者的负面影响。那我觉得环保局在这部分，不管是从今而后，还有我们在现在要制定规则，您应该要提出你的专业看法才是。好，尹俊等一下。那主管你讲有意见，来你发言者。大家好哈。我今年初的时阵是我提案哈，我主要我负责提案，讲建议咱的管户来提这个自治条例。啊，为什么要提案的？我感觉讲，咱议会哈，咱是一个民意机关，啊，这个问题伫咱的家的关系个里发生，最后咱目前的这个规定，咱的行政机关，咱的管户哈，伊必须依法行政。啊，这个问题其实大家有足侪无同款的意见，但是咱若透过一个自治条例，透过民意机关的背书，这就最后就变作讲，为什么民意机关的责任就是通过一个管理方式，吼，这代表讲大部分的民意，大家是家己唔通放弃家己作为一个议员的代表性。咱其实咱做一个议会的议员，其实咱就是爱来去做一个最后这个决定。当然，咱这个。提案的是之前，咱的环保局也好，咱的农业处也好，咱因拢会当提供伊的意见。但是既然即马咱的管府哈已经提出这个自治条例啊，咱即马我感觉讲咱的议员哈，咱这议会，咱就是爱去审查，然后负责任提出咱的态度。
卖个个问题吼，个譬如讲个杀去其他的所在去。我即卖要讲就讲，迄过去咱无立法，我是认为讲有立法吼，比无立法较好。但是咱要立法嘛，袂当立一个吼，阿里不达吼一个乱七八糟的法。我而且认为讲吼，针对这个第四条吼，这个第五项的部分吼，即卖讲三公尺，我而且嘛是爱。讲我的意见啦吼，我认为讲上无吼，是不是啊？你一般的这个住家吼，就是讲商店、厂房、机关、住宅吼，这个部分会当超过500公尺。但是另外对一寡居民的，比如讲咱的囡仔，还是讲咱的病人吼，咱的这个学校或医院，我认为说应该再提高。好，那我个人建议是1公里以上哈，就是如果遇到学校或者说是医院的部分。那这部分大家当然可以再讨论。另外，对于这个第四条第六款第二项的部分哈，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很多的这个畜牧场哈，它其实会产生一些水污染的疑虑啦哈。那针对这个部分，我认为说应该是可以，其中有关这个污，其中有关这个。防止具备哈，畜牧场周界应具防止具备羽毛粉尘飘散之网围，其他经本府公告有助环境改善之环保节能措施等等哈，这边部分再纳入说，是不是可以针对有废污水产生及排放废污水之畜牧场哈，应该就是针对水污染的部分，应该再设置导水设施，以沉淀池或生态池收集处理厂厂区，然后废污水，而且这个部分应该定期，就是清理淤泥，哈，这个部分应该是可以再建议再纳入，好，谢谢。各议员敢有啥意见？无啦，我讲哦，先和那个出来说明好不好？好不好？那个首先说明一下哈，针对着哈，这个我们这条例，我们第四条的条文里面的内容。你稍微稍作解释一下好不好？好，我当讲议员，因为咱是审查议员啊，今仔是就是条例草案，草案内底要修正的文字，吼、哦，等下咱甲做着整合，吼、哦，安、啊、好不好？哦，啊，咱先有那个就做说明，安、啊、好不好？是，谢谢，谢谢大会主席陈议员，还有谢谢各位议员的垂询哈，还有到场关心的民众，农业处在这边做一个报告。我们在定这个自治条例草案的时候，最主要是比照，我们先比照毗邻的农业县，因为最主要是各县，因为地自治条例的一个精神哈、哦、是因地制宜，所以我们第一件事情是比照云林、台南还有屏东这几个农业大县的做法，当然也有参酌宜兰，哈、哦，宜兰它已经是朝向发展观光，所以他们自治条例我们看到就蛮严苛的，它。好、哦、啊，可是我们看到屏东、云林几乎做的都是以300米为主，所以我们当时才会把300米定为一个规范，因为比较符合我们现在农业县的畜产形样态，还有我们集村聚落的形态来定这个距离。好、哦，那以上报告。各位议员哦，因为这个。第四条这条吼，条文内底制定的，我相信嘛是吼，咱百姓呢要爱注意的，嘛知影。条文内底制定哦，有写得详细哦，因为咱是比较咱的毗邻的县市里面哦，因为另台东伊是幅员辽阔当中的，是山区哦，所以讲呢，因个制定讲1公里哦。阿毛八里乡镇，这是100，那是大都市内底。所以讲呢，咱今仔日呢，要来修正这个条文、条例呢，咱是不是讲来做一个附带条件？哦，三公尺，恁认为安怎？那不搞个经营之下，是不是会当来一个修改、制定？哦，各议员嘞，是不是什么意见？就像黄议员永俊在讲的安尼吼，我感觉先请几公尺这样，先请环保局长看伊的专业的看法，看因的看法安怎，较来
喊我们做点偌济啦，好不？认同。先参加你的意见。先请环保局说。好，那环保局，环保局，局长。大会主席各位议员女士先生有关，臭味到底是多少公尺才没有臭味老实讲这个是在环保单位里面是没有定相关的规范，因为它的臭味的来源跟个人的忍受度其实都不一样啊，所以这个在法规上面不会去定这种东西。不过法规上面它是有一个规定的，讲啊，如果民众发现有异味，不管它的臭味，只要引起人家不适，不适就是觉得不舒服的味道，不管你讲伊是芳味还是臭味，我阁爱去稽查吼。啊，有一个例子就讲有诶做胖的吼，做胖的有人感觉哦做胖的，啊，但是某人曾经我爱个鼻冻会掉等等之类，所以环保单位不会去说啊应该定几公尺，而是说有人陈情的话，对这个污染源吼，我也可以做稽查。第二点就是说，因为咱这些畜牧场的设置跟个人的操作这个关系很大，有的是很大场，但是操作 很好，其实很近的时候也没味道，但是有的时候如果说操作了不好，很小场一直接300公尺他也还有应该还有味道，所以我们是做后端管制，不会做前端的规范不过这个闻臭这个部分是环保单位有相关的规定，那至于说到底300、500或等等之类，我们还是建议到就是说应该这个民众有共识的部分来做处理啊。以上补充。主席啊，那个处长、罗副处长，我请教一下我讲这个条例要定真正我是感觉讲，那么顺故意逆少意啊，你要伫业者甲咱的乡亲之间要取得个平衡，我感觉非常不简单啦。之前我咧甲你提议讲，咱是毋是讲会当来想一个较好的方式，是讲设立一个专区，是毋是咱专区是有这种例无？我唔知影啦。好，那你现在你的方向已经明显就是讲要来定这条例，定这条例是讲都不管要设置拢无要紧，即摆变做安尼嘛。我们为什么不另类思考？我来设置专区，咁就一定。这样就比较大家都会反对吗？所以讲，他不会讲想另外想看卖了啊，无安尼，我相信咱在座这当然实在是大家面对的压力拢真大啦，冇咱业者压力啊，冇乡亲的压力啊，你免来去顶起啦，3500-1000，个人认定无同啦，边啊敏感的人，伊凡是2公里就感觉臭啦。所以讲这个问题您都记上这四条例，咱是不是讲会当两岸并存哦？专区的部分，你往那研究一下，往那上一下，和大家来做一个研究，安尼一定都要用这个咱目前你上的这项啊，主席。好，要设立专区来吼，来先生遐来，无要紧，好，你讲，你先讲。照阮饲鸡的经验哦，好天歹天，闻气味拢闻到。你有咧饲鸡啊？我有饲50年。哦。好天歹天的迄个鸡屎味哦，都会不一样啊。尤其迄歹天哦，迄气就结起来哦，哇！迄你一公里嘛，我到讲300米，有一个条件吼，你讲。用设备来改进，你迄鸡屎放的还是猪屎放的吼？伊迄有跷跷板，有诶斜度，互对迄狗仔落去。啊，狗仔用迄水甲冲去一个池仔内底，迄池仔密闭式诶，佮用温度甲烧，迄温度烧佮烟筒哦，互关，迄烟筒关伊就飘伫迄空中上去啊。你迄就免200米，100米慢慢紧。哦，这建议啦，谢谢。拄只议员咱客人也有咧讲吼，啊，佫真侪议员咧讲，设立咱的农业专区呢，我相信可能呢，咱的
农业处这边，还有我们哦，那个地震处这边做一个规划，未来性，反正我都做出来。哦，今仔日呢，咱要来修正咱的条文内底呢，我相信呢，对针对着讲咱第四条，咱的第五款内底呢，哦，这个300公尺部分有意见，咱今仔要制定来，没有意见内底，是要做一个修正，修正。一公里阁伤远，五百嘛伤济。咱是毋是甲300公尺这个修正的文件呢，来改为无咱用400公尺？啊，恁看，啊好无？啊，叫我呀。啊，咱主持人哦，啊，咱各位同事哦，啊，局长、市民记者、啊，乡亲、好朋友哦，大家好。啊，因为有一款这条哦，几百，这毋是咱逐站遮咧话讲要几百吼。我的想法是讲，你要定400、500、600拢无要紧，但是呢，以我做过乡长，我知，因为啥？咱的农舍，你无含挂在内，啊，建的空间的，就是拢农舍的空间啦。因为啥呢？我好不容易，我起一块厝，吼，因嘛是合我申请的，农舍嘛是合我申请，啥呢？农舍伊家用做含鸡啊，含咱的畜牧场的比。农舍伊合我申请，伊毛门牌、毛水、毛啥，所以我这点哦，因为即马咧抗争咧，我去看十张到八张，拢伊伫遐起农舍，啊，你带我来喊我去做伙，吼、哦，啊，我希望讲，咱要改这农舍，有来包括在内，吼、哦，啊，要几百公尺，甲佫来定，这是大家确定啊，咱这议员同事大家来检讨，这是第一点啦吼、哦，因为伊有在遐起一间农舍，啊，你伫别位，啊，你来遐甲起落。你要叫伊去做，哦，因为阮像阮二叠的，估计你要无去起农舍，你要叫伊住在农田、所地拢饲阮的。啊，囡仔侪，所以就爱去外口去下外申请一个农舍。啊，你要请这业者和伊来，啊，恁来甲定几家几百公尺含咱的这农舍在内哦，伊要去买，哦，遐有一条农舍，咱就爱来甲闪。啊，恁咱拢袂抗争，也袂什么意义啦。无你搁当只搁讲，像拄啊，迄个议员讲啊，搁定1000公尺，嘛是搁抗议，乡亲都袂爽啦。啊，你若讲农舍伫遐，因为农舍伊起落伫遐要买，啊，咱山仔边仔咧，因为迄农舍伫边仔咧，毋通伊也起，起落嘛是搁抗争哦。各位议员哦，啊，怡玲姐，主席谢谢。我想对于这个问题哈，其实我家己住伫闽乡。阮无论阮的饲猪吼吼，阮离伊2公里，迄、那个臭味还是够足臭啦吼。透南风、透北风，阮都拢会去闻到，因为阮南北拢有人饲猪，所以阮遐离2公里、3公里还是有这个味道。我就说最基上基本的讲，伊这个免啊做好，伊这个废弃物的处理，还有处长，你怎有讲到迄个绿色带问题啊？可是我没有看到你放在里面啊。没有，这种附带条件，等下慢慢会讲。好、哦，所以。这几公尺，我想可能大家来讨论是最主要的这个臭气呀、啊，真正是离一公里、2公里都还是很臭啊！好、哦，这问题才是大问题啦，因为这是草，所以这问题一直出来。那这个草别拿来处理掉，我就说农业处应该要很好的啊，哈、哦，用心。各位议员哈、哦，咱针对第四条第五款这个数字呢，哈、哦，咱300公尺这个文字，是不是要来修正？修改哦，咱是针对问题。等一下哈，因为附带条件部分呢，是不是讲我们的列入？哦，啊，各位议员有啥物意见无？第一个问题嘞，300公尺这部分，我们要制定这样300吗？各位议员有没有意见？因为，哦，啊，是不是讲来修改？因为你一公里讲实在啦，那拄仔像老议员讲的啦，你讲一公里也好啦，搁准10公里也好啦。我讲以后无人有法度去遐生存啦，哦，因为这是中央武法内底咱地方自治我们修正的草案，哦，啊，是毋是讲咱针对这个案呢，要来修改无？各位议员意见无？这个300公尺第四条第五款的内底第这300公尺，咱是毋是要修改？修正为多少？啊，是要维持这300公尺？各位议员你有意见无？啊，是讲来本身呢，直接呢主动修改呢？在400公尺里面，哦，我们以新设置的畜牧场、近距离商店、厂房、
机关住宅，好，不包含农舍的范围里面，学校或医院租借的300公尺，这个，哈、哦，这里、个、该修改为400公尺，哦。啊，议员有意见无？我听过吧，啊，医院刚好1000公尺啊。那就刮胡了，分开的哦，要分开，医院跟学校就一共1000公尺。那厂房机关的部分就是以，要300、500，咱各议员，还是要400？来，无影。我带一个条件。不然，这个地公，一公里啦吼，啊，同个大家议员伊也无同款意见。哦、我当然我袂当坚持啊吼，但是我有一个坚持，伊要设立这畜牧业，伊爱取得伊收敛的土地的认同，因同意，是毋是要申请进行这条咧？咱爱扛落，无你今仔你当然你去申请，吼、哦，大同无影，无我业者设立就对啊啦、嗯，申请是依法行。要和毗邻的土地里面共同达成同意的话，应该去协商啦。迄业者去协商，对啦。你申请进前爱得到因的认同。无你应该协商嘛？是共我伫遐抗议啊。无啦，互因去协商啦，对咱如同讲的嘛。只咱一个事个。伊要申请，伊唔知影。无啦，伊等准了，伊才知影。对咱如同嘛，咱的电话内底啦，公部门内底要行使咱的土地。要争取新建政策，嘛同意书嘛？无啊，因拢无同意的。我即摆讲这嘛，即摆公部门内底要执行单位，要譬如我要新设这条道路、开辟道路，要征收，吼、哦，除非嘛架构征收用于里面嘛，吼、哦，啊无你若一边咱咧建设内底使用同意书内底一定要有同意嘛，对是不是？对，主席我唔对啊，但是事实讲咱弄下住。这去申请，伊免经过证明平地当个，伊就当许可。无啦，你即摆讲要附带地讲毗邻内底同意啦，安尼可能较袂过啊，哦，不一个啦。无事实讲起来，因农民有呾损失啦，伊计条搭起来，是毋是农作物伊个日光照袂到，因当然会抗议啊。所以要申请之前，爱互因知影，哦，因知影，大家恁取得同意啊，哦，恁看那。即我是感觉这点会增值同重要，你讲增值抗议个基础啊，当然厝边收两只土地一定会抗议个嘛。对啦，好嘞。所以我是讲，你要申请，即个爱同意因同意，因你爱家己去协商因同意，甲提出申请嘛。安尼来就较无空间个问题。总无你先做者案件，虽然是拢进去过过啊，拢咱迄个农业处拢互伊同意讲会当申请啦，结果嘛是袂去就嘛伫遐空间啊。所以我是感觉你收敛的土地一定要取得他们同意，安尼起来空间会较少。哦，这是我的想法啦。啊，当然主意是他拄仔讲，啊，话讲500啦，我是讲1000，我讲安尼，大家也较袂认同。咱无嘛，最无嘛爱600，哦，600公尺，因为足近的600公尺，正伫阮这个较砖卡的所在吼，砖头哦，迄拢1-2公里有嘞啦，是讲有啦。啊，伊都较远去过啊吼。安尼，哦，对咱的乡亲的信心，咱的一挂环境会较迄啦，所以我主张最无爱600公尺啦。以上。咱的第五款内底吼，各位议员你要注意看一下吼，新设置吼，很多无兄你讲的这个问题啦吼，因为。咱伊要附带即内底啦，吼、哦，可以考量啦，可以考量讲以后，吼、哦，在地方法里面，如果要新增，吼、哦，要以开发之畜牧场，吼、哦，会当作考量，和因家己去地方法内底，和因家己地方这边才做一沟通啦。哦，咱今仔日要修正法案内底呢，哦，是毋是在修正讲，咱即摆讲的。这个300公尺的部分，跟这个不含农舍的部分，是不是有瑕疵？哦，各位，你就注意内底内容，小看一下。哦，
新设置的畜牧场里面的距离哦，商店、厂房，都叫你讲哎，便宜哦，便宜。我们把它拉出来嘛，来修正一下。医院跟学校的部分就1000公尺以上，哦，这个要制定一下。好、哦，来，那再来，州界的300公尺范围里面，要修正多少？哦，这里300公尺的。那再来，不含农舍的部分，这个解释，这个广泛跟狭义是不是那个农业处长？这不含农舍的用意里面是不是解释清楚？在这边跟大会报告哈，其实为什么会含农舍不含农舍？嗯，唯一含农舍的只有宜兰定了，含农舍。从此之后，宜兰没有一案申请过，因为执行上是的确有困难。然后另外一个部分，屏东、云林、台东也都是含农舍，因为农舍是属于农地上的必要生活设施，哎，而不含农舍，是因为农舍是属于农业上、农地上的必要生活设施，所以这个部分如果定，其实这个部分一定是尊重议会的决议哈，我们会依法行政。不过我是先把之前各县市办理过的情形，向在这边跟议会报告。哎，以上。好，那那就是农舍的部分，我还是一样的哈，不管农舍啊，好不好？还是一样的。那医院的部分跟那个学校部分1000公尺啊。我没有意见啊，这个好好原本就以、啊、好議員以未来公共卫生的角度啊，各议员来好不好？哦，就第五款的部分新设置，我叫你来看，你都爱看内容，你文字看一下新设置的里面有，哎，好先生，关于这个第五款的部分哦，即卖你争议的就是有几百公尺的一条啦。有要含农舍无啦？机关、学校这拢已经讨论过啊。我是建议讲吼，安尼就讲袂使是一项一项讨论，就是讲你先几公尺先讨论了，宏观化了，过来再有要含农舍无？这个一件啊，卖搁直讨论对边啊去，安尼永远无在解决。无啊，无讨论，即摆讨论这条啊。嘿，因为我讲咱各议员对这条有意见嘛。咱拄啊就是去讨论这个几百公尺嘛。哎，条都要结论的。啊，就去对农社去啊！不，啊，农社未结论呢，就对机关校去啊。这是内底有写，不管农社用的内底是讲，咱所有来伊拄好有解释嘛。哦，宜兰部分还是别关这部分，当然要尊重本会啦，尊重本会嘛。啊，是不是？啊、所以我要尊重咱各议员意见嘛。啊，是不是吼、哦？咱就对几百公尺迄条先解决掉，再过来解决。对啦，限农社唔难。即马就讲嘛，哦，安尼啦。来，是不是安尼？咱要限定设置新制的、新设置的畜牧场。新哦，哦，未来要申请农舍，要申请哦，初步场的，哦，这个组织条例内底第四条第五款内底有写到，限制新设置的畜牧场里面应距离的商店、厂房、机关、住宅，我都要讲诶，不含农舍部分是在广泛跟狭义里面，今麦要讲诶，因为。真济，咱地方咱算农业县，申请住宅式、住宅式，申请农舍，真济真济，因为咱无足济建地通好起厝，因为咱是农业县。我相信咱各位乡亲士大，你冇咧起农舍，你冇咧起住宅式。那如果安尼落去，哦，等于讲即个法令啦，就等于含大都市同款啦嘛。我著100公尺以内就 OK 啊嘛，就听好，免来再开发啦。哦，业主也无得开发，即马拢针对着地方管理部分嘿。我来看是安怎，我是感觉业务单位农业处定这法，这自治条例出来哦，考验了不够周密啊。我是建议讲这案先搁置啦，让因个你个修改要较好势，想较周密个，较后会期较送过来啦，爱较值啦。我觉得后边还有几十个案还没审嘛。哎，我觉得不宜搁置呢，因为现在很多场在申请的，啊，如果拢依照古法给过了，现在拢绿草过就超过50场的养鸡场啊，
所以好像也是要先审核过去，因为大家如果在讨论说畜牧专区，还是说哦这个都一起在，可是不仅咱依照已经在申请的，或者等要申请，你土地要申请的，安尼伊就依照古法古法的法规较复杂。啊，无，伊嘛真人性啦。哦，你当时同个拜五的时候，收证好随较来啦，来较直啦。你人人性咪同款意思？你人性是啥？叫因业务单位搁想较周全个，时间用好势，再改个改足济啦。无啊，即马针对第五款来改得啊啦，修正得啊，是毋是讲这三百公尺部分？哦，咱来制定是毋是以五百两平个部分，下部分一公里，哦，一公尺，安尼是毋是 OK？ 对不对？好不好？咱是毋是安尼来做修正？啊，主席，前头也无兄咧讲个吼，因为我是坚持讲爱住地区拢是啊。站内底啦，吼！啊，种爱就讲来六百，互我六百，住六百啦。啊，校甲迄个病院一千公尺，啊，怎啊割割咧？啊，佮淡薄。农社部分是要限啊，不限？我是爱限啊，限啦。啊，限农社嘛，限农社五百公尺啦，含农社五百公尺就好啦。啊，伊农社若要限来六百啦，我都安好哦。啊，迄就拢袂好淡薄，有诶袂啦。啊，我希望讲，他咧讲除虫术迄时。今日物件去就得了呢。好啦，物件是遐带规年走带一世人呢。来，我们第四条、第四款、第五款哦。来，新设置里面的畜牧场里面的距离，商店、厂房、机关、哦、住宅、含农舍，这个不含的部呢，把它去舍掉。对了。好，那个学校、医院的部分，在周界一公里，有一千公尺。租借的范围里面，我们修正为五百，好不好？好不好？含啊，哎，尹君。那请问，他现有已经购买土地，那也已经申请到执照，那他是在三四百公尺之间的距离，这怎么办？这个损失，对呀、啊。他现在是他已经有取得执照这部分的这些业者，我们现在是新设立嘛，他之前的他有申请过的，所以这个算是旧的咯，他还没盖起来，但是他已经有申请执照了。有申请过的吗？早前的吗？那 OK 啊，这个那处长尹君讲的有道理啊，来。他还没盖，但他已经申请执照。那因为现场的不是现场，因为当地的居民有抗议，那这个是算那个已经申请的，他可以是符合在原有的法源，还是说他必须遵守新的游戏规则？这部分怎么算？因为我们也不能无视业者的损失啊。尹俊来，处长，现在目前手上有几个业主？大概目前是。统计上大概目前有收件未准的大概有70多件，来准的有几件？目前几乎都未准。那、未准的话，我讲就这个条例里面，按人投资的嘞，有投资的什么人？村民他们都投资的吗？所以主席报告。还是说先申请？其实这个部分法律上，我们尤其在定在法规有一个是不溯及既往，因为这是一个法律上一个信赖保护原则。好、欸哦，那如果像刚才。议员的确点出了重点，我们如果依中央法第18条规定，尤其权利有变更的时候，人民申请案件其实是要以重新从优为原则，所以会影响到后续这些设置的，就是后面而且是会依颁布施行的时间为主，所以理论上这是对啊。所以会有行政诉愿的问题，现在台东就碰到这个问题，所以台东议会处长，所以你的意思是说，即马已经申请的滴滴出来70几件，是算旧的是还是算新的？如果我们新的过的话，这个部分是这个收上来吗？就是还没通过，这个已经是收件喽，这样就已经算收件，就算是已经旧的了。啊，我们这个通过之后还有多久？不溯既往，所以又会牵涉到这一点。台东哇，所以我们要再争，等于说还没通过之后，已经有70几件，等于我们嘉义县会再多70几场养鸡场就对了。那各个状况不一样，各个状况不一样。
来来来，有准跟不准的。来，莫总，来。哎、欸，处长，我想刚刚那个这个大家那个英军议员跟那个詹议员，其实在讨论的，其实跟去年那个龙舍的情况遇到的是一样的哈。因为我们已经收件了哈，那因为我们现在今天定的是一个新的自治条例，那自治条例我们颁定之后，我们应该不溯及既往。然后而且我觉得这个目前已经收件的部分，这会有一个农业处这边要特别小心，这会有一些问题，我们不可以退件。包括退件的时候，他是不是说如果说他申请的人，比如说资料未齐或什么，这个是在我们行政上的话不可以说，因为如果说以今天大会我们议员大家决议通过，如果说要订定包含农舍，然后包含在500公尺或者离学校医院1000公尺以上的话，那我想目前申请的我想这将来会是一个对这些畜牧场几乎是会是一个无法再加以设立的一个情况哈，因为农舍的话，尤其在以我们新港为例的话，我那砖头因为我那平地吼，所以我砖头做散，所以你伫五百公尺以内要找到一块土地，伫一间农舍500公尺以内，为几乎是一定是无可能啦。好，各位议员，这个部分刚好您提起，我刚刚跟地政处长就有讨论过哈，定500就好，周围就是1公里。其实这以嘉义而言，所以是这是以一间农舍的，所以你含高一公里内是一含农舍，一含农舍，我们会跟宜兰一样是接下来带来任何一件都过，这是会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尤其是嘉义县是农业大县哦，这以后这个畜牧业会无法生存啊。当然，其实我本身我也无想要住伫一块所在，但是咱今爱定的，就是讲咱尽量。包括农业处这边，我想有订那个水帘式的哈，是不是说这部分是应该我们农业处要积极辅导这些畜牧业者，哦，尽量不要影响到附近的居民，然后以最好的设施来下去那个建设我们这些畜牧业哈，我想这个，我想大家今天大家都有很多，因为大家其实身为民意代表有很多。民众的请求哈，跟很多业主的请求，我想大家都难免了哈。啊，希望说这个部分，希望说是不是主席哈？这个部分，我觉得我们身为农业县，我觉得我们还是要详细考量一下。来了哈，再做决定哈。不可以说今天那么短的时间，一个早上我们就草率的去决定这个自治条例哈。我们没有草率，我们都很谨慎。哎、欸，我都很谨慎。不好意思，我按错，我要开卡价哦。那各位观众在看，这个议会、该关议会、议员，大家拢真用心。我知道。故意来，这拢真认真在做，在把关严审，咱受案件。是，不好意思，这个是失言。咱不草率，咱本身咱是议员，不草率哦。哎，哦，啊，咱来，咱针对啦，哦，咱第五款这条啦，哦，我想安尼啦，哦，是不是？咱来设定就讲一个平的部分，较好一公里啦吼，就1000公尺。租借的范围里面，咱来修改做500，哦，不含农舍这个包括咧，我们涵盖就不含农舍啦。安尼来制定啦，好无？金毛兄，哎，安尼好无？咱制定讲这公里数，这个过路的部分不含农舍部分。还是在纳入啦，还是纳入啦，纳入啦，好不好？我相信安尼应该是 OK 啦。哦，咱第四条第五块的部分，咱就安尼个修正。来，医院跟学校部分1000公尺，租借的部分就是500公尺。600啦，600啦，就毛遐讲的，这块不含农舍啊。啊，无安尼啦。农舍不含啊，不含对咱管路的意思啊。哦，应该18足近的啦，做不含农舍啊。现在不含农舍啊。好啦，好。阿伟杰。主席吼，我有一个意见啦吼。咱大家差几百啦，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讲，咱300，伊透风强的时阵，吼，咱可能我会偏到500，至少比500公尺外，若无问题，应该是我会偏到啦。咱若无爱朝向伊个设备来思考，啊，对，等下，对啊。咱就讲几百，你有讲讲饲鸡300克，无要紧，饲低个500冇问题啊。咱是针对这个草案。对啊，对啊。你要认为讲附带条件部分，等下咱来讲无要紧。
哦，你咁挑意思，哦，啊，即嘛就讲来，对，啊，因为咱即嘛讲话讲，这个公里数，啊，无你若交付人真贵啦，同款，恁嘛去讲这个问题，哦，正义二度的心，三度的心啦，交付人是不是嘛会讨论这个问题嘛？所以讲今仔日乡亲时代拢伫遮，现场转播嘛咧转播，咱各议员的职责，我相信。他们大家都是在把关严审，哦，咱即马要制定这个条文内底，今日法规搞人心的心，恁要搁讲无？嘛是搁讲，哦，所以咱归去，咱即马甲制定好势，在于学校跟于医院的部分，就是1000公尺，哦，我们这边记录一下，那周界的部分，其余的部分，那我们就设定。要600吗？500啦，一半啦。不含农舍，嘿，不含农舍600公尺啦，好不好？我们就这样决定了，600，可以吗？报主席，对，其实。这部分绝对是尊重议会的决定，可是我们 也是要报告，超过500，其实定500就不太有再新设置的可能了，因为以现在农村我们之前那种普查的样态哈，其实不太容易了，就非常少，而且会讲说未来任何新设养这种畜牧场的机会可能都不太大，因为符合条件会很少。好，以上报告。哦，对啦，啊那600嘛，同款啦，就无要紧啦，设定500啦，好不好？设定500啦，主席，主席，哎，我想吼，咱这个案吼，其实临时提出来呢吼，咧讨论真是有迄个讲盲点啦，吼，因为咱伫遮咧画帕拉根啦，啊嘛无法度讲去为着咱嘉义县未来发展去做较长久的迄个考量。因为咱嘉义县目前也是农业县吼，咱的农渔牧吼，咱爱去思考讲，咱要安怎去发展？吼，定几百公顷，每一个乡镇拢总无同款的迄个讲条件。因为你若伫新港阿伯应该超过500，阿伯拢无得发展啦，绝对无贴无业。吼，啊你若伫其他乡镇，有可能还阁有。啊，所以咱要安怎啊去制定这吼、個，毋是只发巴拉根尔，我感觉。啊，杜教授讲个，咱伫自法从宽，自法从严。哦，你阿边的配备，你的设施，哦，你业者你要去做到什么程度，这应该是爱做伙去检讨的。哦，佮另外一个就讲，啊，杜教授去讲到，咱林地要按处理同意，我感觉这是有伊个困难点啦，吼、哦。那安尼嘛无得设立啦。哦，隔壁，你隔壁甲我咧，即马设一个贴膜条例啊，我。地可能怎无记搭哩，所以要处理隔壁同意，可能我有困难点。啊，不过咱南隔壁的迄个讲啊，林地，吼、哦，你是不是要向工业区里面，吼、哦，要保留一个1.5米的地带？吼、哦，这咱应该是要全部来讨论啦，吼、哦。啊，那无伫遮嘛是画帕拉根啦，每一个乡镇的条件拢无同。哎啦吼，针对这啦，我做一个修正。哦，那么医院的部分跟学校部分就1000公尺了，好不好？那周界的部分，咱修正为500啦。来，就是绿带的部分，绿带的部分，哦，那个处长要不要说明一下？这报跟主席回报哈，刚刚尤其其实议员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为什么现在畜牧场会引起抗争？其实人家抗争并不是因为我们用手两个人抗争，是因为所有的空气品质还有卫生条件引起的。所以这个部分刚刚一提出来，其实是非常好的，是什么？要从设施设备 来解决。其实有隔离绿带，我们也可以比照云林这种做法，1.5米就紧邻周界，艺术光跳舞设施你没去个搞，你有隔离绿带，第一个先挡。一部分，另外一个部分其实重点是在于所谓的设备的提升。啊，不然起码我们现在也看到一个问题，新的设备有符合环保的，等到我们不再聊去，啊，旧的继续底下影响到，
所以这个我们应该是有机会的话，不只是距离的问题，而是要想办法提升所谓的畜牧场的环保设备来解决这个问题，好，这样才是真正解决我们目前又要产业发展啊，又要所谓的现在居民在要对生活品质上的提升，其实不只是所谓的距离的问题，而是怎么样要求这个部分的设备做到，比如说不能够拍成个赛，一些环保不能够臭空气造出来，或是不能够有火星，包含一些围网部分都要来规定才对。我在这边也在跟议会报告一下，其实目前自治法令的订定比照屏东县是跟用地场两家甚至一般的水禽场规个有做一个分类，这个部分当然是我们先从前面开始，先把设备距离的问题先解决了啊，加过来可以往西部来延伸这个。对了，更周边。那我们把第四条跟第五款的部分哦，单身修正完以后阿伯哦，过来修正，因为咱拄啊讲个议会要调审嘛，所以讲哦，咱先第一条先甲修正完，阿伯佫延伸的问题，佫有第五条咧啊，哎，好不好？哦。好，这第四条部分先来修正为那个新设置的畜牧场应距离商店里面的厂房、机关、住宅，不含农舍哈。那学校、医院的部分撇开就是1000公尺，周界那就是500了，好不好？哦，哎，够议员安尼啊，这条安尼好不好？够意见无？无意见就安通过啊哈。来，第五条。第五条，新设置畜牧场申请农业用地做畜牧设施容许使用，应检附下列相关文件一式三份，向土地所在之乡镇市公所提出申请，并须经所在地之乡镇市公所初审了符合相关规定后，再呈送本府核定。一、申请书；二、负责人及主要管理人员身份证正反面影本；二、相关工作经验证明；四、土地使用权同意书，土地自有者免付；五、畜牧场坐落之土地登记誊本及地籍图誊本，坐落于都市计划区者，并附土地分区使用证明文件；六、畜牧场经营计划书；七、畜牧场位置图；八、畜牧场设置配置图，需含内部配置与立面图；九、主要畜牧设施说明书；十、经环境保护主管机关审查核准之污染防治措施计划，但经环境保护主管机关认定非属应提污染防治措施计划者，免予检附；十一、合法用水证明文件；十二、废弃物清理计划书；十三、其他主管机关规定之文件。各位议员哦。都叫呢不是个包装者哈，绿带部分呢，绿带部分哦，就是1.5米吧，然后刚刚没有附带到哈、哦，我们没有附带的，就放在第四条第六款项的好那边，好不好？就1.5，好不好？啊，各位员第五条这条有什么意见无？第五条部分呢，我安尼啦哈、哦，附带一个新增的项目呢，就是讲。为降低民众陈请抗议的哈，加强畜牧场的环境卫生及避免畜牧场的畜禽粪，哦，就是咱鸡屎啦、猪屎啦也批发，哦，只要有环保局这边只严管，你敢听？哦，安尼好无？咱加这个项目来个做一个严禁把关，限制业主，伊咧拍鸡屎先。拍地塞时，处理鸡塞甲地塞时阵，袂当互伊自由伫咱个场内拍，安尼就防止着一挂蚊虫、一挂臭味。吼、哦，你敢听我意思？郭议员，提供第五条的部分啊，吼、哦，恁无意见嘛？我即摆本身我叫附带嘛，附带即个新增嘛，吼、哦，要有各位时段恁知影。第五条。
第五条，第五条，我现在我、啊、那个第六有讲了吗？第六，第四条第六项有讲了吗？有，刚刚不是说第六条就是调审的有讲了啊？我就附带的附带绿带部分 1.5 公尺啊。你刚刚有没有听得懂？我刚刚就讲了第四条第六款的部分，我们附带一个周边环境里面要绿带的部分 1.5 公尺。你是说？就是在起厝内底，起这个厂房内底。伊袂当起较高，伊要捞 1.5 公尺出来。所以就是设置下列设施：第一个是饲养猪场，第二个是饲养家禽，那个再多个第三项吗？哎，对，我们附带了，附带在里面呐，就里面，里面就是要在申请的案件里面绿带部分呐。哦，处长是不是？对不对？不好意思，我刚刚跟科长在讨论。第四条，第四条第六款项里面呐，我们在设置绿带的部分呐。是，那 1.5 公尺啊，是，就紧邻交界，所以增加绿带其实是对整个环境品质是有改善，其实更严格、啊對，意思说设施不能够停，绿带部分加米半出来，可以说 1.5 公尺高啦，是，就等于讲人咧起住你也防火巷啊，哦你听得懂吗？那第五款第五条的条文里面，哎主持人。这个绿带 1.5 公尺是很好的建议哈，但是其实放在第四条的第六款里面不太合适啦，因为你看它整个它总共是有六项嘛，好，其实我是建议就是直接增第七项，这样是比较不会乱塞啦哈，就是说因为整个第四条就是规定设置新申办就是畜牧场登记款具备的条件嘛。那我们增一款好不好？这样子我们的法律才比较清楚，不要在那个我们设置在里面。好，转哪里？那我们设置在第四条的第七款呐、啊，好不好？绿带部分，然后文字你们要修正好哦，送到本会来，好不好？好来，那就是第四条的第七款项设置绿带的部分，我们文字哈、哦、要确认送到议会，那我们交付联审，好嘞，好不好？哦，高一点，好嘞，好不好？来。我们第五条的部分哦，我本身哦，甲你宣读一届吼，真好来。主席哦，头拄啊，大家讨论这几百公尺哦，原则上哦，既然大家议员有认同安尼，五百公尺，当然我坚持我是讲六百，啊，大家讲五百，哦，不含农舍哦，这我尊重大家。但是我的初衷，我是认为是讲哦，这个。要起鸡舍，隔壁这两块收敛的地，你一定要取得他的同意，才让来申请。这我感觉这争议同多啊。那无影，人我意见是安尼啦，希望这吼拢莫来这做啊啦。啊。希望拢莫来这做啊啦。对啊，但是你起地拢莫来啊啦。你其他是拢。我去别关市得莫改关啦。你要申请，你当然是出面给。那我希望是安尼啦。所在这两块地哦，爱修正款本哦。考虑来啦，这是要考虑来啦，无你空间嘛是足大个啦。对啦，嘛是有意见啦。你这。诶、欸，你隔壁，咱的地址遮当然是大家拢无爱，啊，但是你爱取得他的同意，啊，甲伊申请，我是感觉这点是毋是咱五岸村这边爱甲考虑落。袂啦，咱的制定安尼对啊，唔免你同意吼，我业主也唔敢来啊啦、哦，我相信啦，今仔经过咱个议会吼，安尼严谨把关吼，伫咱议会开会，一个条文内底，咱就开两点钟，啊，你也想到啊，看咱大家议员偌认真偌辛苦啊。咱白色选票啊，无选唔对啦，我相信哦，真正啦。啊，这真咱农村这边咱拢规划落来。哦，咱拢是努力打拼。这点我是我会重申啦。好啦，哦，啊，就是第四条，我们加一个款哦，就是绿带部分啊，处长记得哈、哦，我们就加一个第七款哦，绿带部分。那第五条部分呢？哦，咱若无意见时，我直接吼，我认为要附带一个条件，就讲这个。畜牧场的环境卫生里面，避免畜牧场禽畜的粪，哦，露天曝晒问题，爱个限制，爱个限制，哦，这就可能爱有相关单位，我们环保局这边，哦，可能要附在这边，哦，我得在这个第五条的部分附带新增项目，哦。就为降低民众陈请抗议，加强畜牧场环境卫生及避免畜牧场禽畜粪露天曝晒问题，哦，在这边呢，我们
以本县环境保护局里面环保局这边审核通过，许可发我们的畜牧场容许使用同意书，还好不？哦，给这条，哦，好了，好不？给这条，唔知一下要写出来哦。哦，我你先讲，这么这条是第五条，这条是要申请的容许使用的。对啦。上镜，要上镜，啊，伊唔知，顶下唔着等于背书的意思。嘛无背书啊，啊无啊无，你若甲规定当这条。无，附带伫新内底啦。第四条内底。第四条内底应该是写在内底较对，啊，无咱买附带。应该是写在第四条，然后内底你讲迄个历代一点五啊，然后附带一条还是？啊，那无对，我们在第四条。你啊搞咧第五条，第五条即嘛是咧要申请的要件呢。无啦，这是第五条。这第五条，你做你等下写是写第五条，是人要申请总是使用要件。那就是。你讲迄个遐咁，迄就我讲唔应该是迄第四条对啦。哦，你的词句啊，像讲要附带要增加这条文，应该是迄个第四条，内底你第六款，哦，内底看要第七项啊，第八项啊。哎，主席，哎，个对啦。哎，对啦，其实议员讲嘿吼，其实你讲的这个部分吼，我嘛赞同，但是放你这第五条内底，这是逻辑有问题啦。好，因为你讲的迄是尾啊管理的问题，即马伊第五条是你讲要安那申请吼，准备什么物件的问题。那就我们就放在第五，我讲的这条放第四条。啊，嘛不是第四条。第四条第四条是伊的申请的条件，但是你讲的是讲，比如讲伊咧营运了后，伊袂当拍鸡赛，这是管理的问题，所以这两个是没有关联的，就是在条文上面是不能够放在这里面的。没有啦，我是放在那个是事后管理的问题。对啦，我们是。坑底价哈是文词上，还有哈我们制定性的第十二款叫第五条，对啊，第五条第十二项有啊，废弃物清理计划书啊，对啊，我们放在第五条也可以啊，哦也可以啊，因为里面的，因为我是让他用一个许可使用同意书而已啊，哎呀，坑底来对啊，坑底第五条嘛对啊。因为里面的第五条第十二款项里面就有废弃物的清理计划书里面啊，我们附带条件在这边呢、啊，可以啊，放到第五条也可以啊。哦，可以讲一下，讲一下两条意思。哎，但是你那边写在废弃物清理计划书内底，你废弃物清理计划书内底，哦，这计划书内底，你来，块词句那个加的，你主席，你怎样两边块讲什么什么该使，什么未使，那个来加在这内底。第十三款啦，涵盖伫即内，我讲咱无系伫第十三款啦，第五条第十三款啦。啦你看你啊，就是为降低民众陈请的抗议里面啦、啊，加强畜牧场环境卫生及避免畜牧场的禽畜粪露天曝晒问题，哦，就是讲爱严谨把关，来降低第五条第十三款啦，哎，好不好？第十二款啦、啊，十二款啦、啊，十二款里面啦、啊，放在十二款就可以啦。哦，好不好？啊、这个词句也好，高薪哦，修正和谐哦，我们会提供给各位议员，啊，好不好？主席，那个十二款吼、哦，伊这是业者吼、哦、要申请的计划书内底，伊要去写的吼、哦嗯，所以咱的规定，咱的管理办法唔是伫遮啦，吼、哦，咱应该优待伫第四条内底啦。好、哦，第四条你的，对啊，那位、個，要放第四条，第四条第六款的第二项、第一项、第二项内面，就迄个讲伊的一挂迄个讲堆肥啦，吼，也是伊的迄个讲啊，遐粉尘的迄讲飘散，遮管理办法啦，应该是伫即内底去啊规定啦。系啊，就是、第八页第四条的第六款，所以我主要讲这条。逐条两个。我刚念的部分就是放在就第六条。对啊，就因为他有说他的设施应该要怎么样，应该是加在这个第六款，或者加在这个第六款，或者是再增设一个第七款这样。好。那就放在我们的第七。主席。主席，哎，潘姐，
因为刚刚在讲的这个切结的问题啊，我想那这个我刚刚看这个第六条的部分，第六条是已经核准过后，这个是不是说可以再增设一个，那是就是切结部分，请畜牧场的这个业者，是不是说刚刚主席在讲的这个问题，是咪加一条？你以这个畜牧场要过的时阵，哎，另外再多付一个，就是切结不要曝晒这个勤奋的这个部分，来主席，来你感觉安怎？因为刚刚第五条是这个，它是要申请前的这些设施容许之前的这些作业，那就放在第四条的第七款好了啦，好不好？刚刚有的放在第七款嘛？啊，增加绿带是第七款嘛？是不是？那在增加的部分，是不是把这个勤奋的部分附带在里面？不是，是不是第六款是不是直接饲养猪场，然后二是饲养家禽，啊，直接每一个这两个后面都再加一个绿带的，这样不就好了吗？就第六条部分吗？第六条的一二款，就是那里面啊，设置下列设施，第一个是饲养猪场，哦，他有说啊，他应该怎么做啊，把那个绿带那个加到这里面嘛，然后第二个饲养家禽也是有说哦，水帘或其他什么什么啊，再把那个绿带再加进去的。那我跟你讲了，这样子的哈。对啦，这个勤奋的部分啦，哈，哦，跟勤畜分的部分啦，哈，这条啦，我们放在要放在第六条这边吗？你刚才讲的是这个废弃物清理书啊，因为废弃物清理书，这应该是咱环保局唔要，是咱。无以上来，这个废弃物清理处是环保局嘛哈？不啦，我们可以涵盖这样子哈。第五条附一个切结啦。我第五条的部分啦，第五条的部分哈，我们放个在第十三条，就是废弃物清理计划书里面哦，多一个款项，就勤畜分的处理计划书啦，搁加一项啦，安尼好不？好，搁议员。哦，无意见吧？咱加这个计划书啦，啊，这个新设置的哈，那个畜牧场里面的禽畜粪呐，不得露天曝晒呢，并其处理方式应符合哈，哦，有关法令里面规定之标准。哦，咱这条啊，咱坑底的也是放在第四条第七款里面，好不好？附带绿带啊，第八款。刚刚我们绿带的部分是第七款嘛，对不对？那这个放在第八款了，啊，好不好？就是那个畜牧场啊，勤畜分的部分呢，这条更得被换了，哦，更得被换了。啊，我讲第六条呢，第五条第十三款呢，我讲加一个第十二款的下面废弃物的清理计划书里面，搁加一个勤畜分处理计划书。加一块，好，以此类推，对不？啊，各位有意见无？哦，安尼就做完整个啊，安尼就做非常完整个吼。啊，各位议员，吼，哦，真真正正吼，咱哦爱甲咱的乡亲士大讲者，等于甲讲真真正咧开会内底非常辛苦啦，哦，啊，好不？哦，好，啊，各位议员无意见吧？无意见，这案件完了通过。哦，第六条。经取得畜牧设施容许使用之新设置畜牧场，应于一年内完成建厂，但有正常理由无法如期完成者，得续名理由向本府申请展延，展延期限不得超过六个月，并以一次为限。新设置畜牧场于建厂完成后三个月内，畜牧场负责人应检附下列文件一式三份，送土地所在乡镇市公所初审符合后报本府。一、申请书；二、畜牧设施容许使用核准同意函；畜牧场经营计划书；畜牧场位置与设施配置图；三、设置畜牧场坐落之土地登记誊本及地籍图誊本；四、土地使用权同意书；土地自有者免付；五、畜牧设施使用同意书；设施自有者免付；六、负责人及主要管理人身份证正反面影本与工作经验证明文件。七、各项畜牧设施建筑使用执照。八、合法用水证明文件。九、特约兽医师合约书。十、使废
住勤或孵化废弃物处理设施合法证明文件或委托代清除处理合约书。十一，废弃物清理计划书。十二，其他主管机关规定之文件。本府自前项收件之日起一个月内，会同环境保护主管机关勘查，合格者发给畜牧场登记证书，并付之中央主管机关及中央环境保护主管机关。各位议员对第六条有什么意见无？那无意见哦，我伊这边申请这几条的问题吼，我之前我那有含拢啊处有讲吼。因为这道路拢会够歹，这个问题你是不是要有一个规范？因为这市街路这条路差不多几乎拢一单都爱修理一遍，啊，这费用是要啥物出？拢对管路出吗？对工作出吗？哦，这点是不是会当请咱农业处这边爱做一个周全的规划？吼，因为这条道路当然因这用地用地业者嘛，就是讲啊，我这骑条车嘛是农用的啊，但是伊事实讲拢十几栋拢会够歹，咱。一般的道路是拢要予咱这个农用的机械咧行的，啊，所以这袂歹呀，啊，所以后一个街道伫遐，吼，差不多一栋拢迄条搭啊，爱修理一遍，啊，要叫咱陈胜明买单，这嘛就不合理的，啊，但是因业者因坚持讲，啊，这个饲料车嘛农用的，啊，无车载我嘛农用的，但是拢十几栋啦，啊，咱农业机械。实际讲起来袂够歹，拢因够歹个啦吼。啊，当然因主张讲，伊个是农业的车辆啊。吼，啊，这点，我是不是请咱农业处要有一个规范？这条路派啥物负责？袂使拢请来由咱管路来修理，公所来修理，这无合理。以上个报告。无啦，安尼我讲啦，迄个吼，停工吼，爱叫这个业者吼，甲这个电吼。摕一寡吼地形建设啦，啊，较对啦，吼，好不好？啊，那个处长刚刚吼，那个议员在讲的吼，如果现有的吼，其实啊，嘛是农业处的问题啦，这是吼警察的问题，甲交通的问题啦，哦，拢总爱相关哦，所以说我常在讲嘛，行政单位里面的部门在横向作业的环扣，我们是政府都一条边。唔是甲讲，今仔日咧讲农业处内底卫生无代志，环保无代志，警察无代志。哦，各位议员，你敢听我意思？今仔议员所讲的问题出来，相关的行政单位横向作业里面也是要严谨把关。就如同咱拄下这个案内底，咱有讲到卫生，甲讲到环保，即马无兄弟咧讲的，有讲到警政的问题、交通的问题。这是相关性的、哦、所以说呢，横向作业里面的环控一定要一样严谨把关，在整个部门里面，好不好？云姐，现在就是还有一个点哈、哦，就是讲你即马已经送文件入来，要申请许可的，恁有诶已经是你申请的，恁是该当作讲都是已经过的，是安尼吗？处长，即马送入来申请新的场。对呀、啊，你所以伊当那有讲嘛，伊讲送入来，就是算已经是同意的了。已收件的还是已？对，你现在只有你在你这边有七十几件嘛，啊还没发出去嘛。然后你这边的话，我们刚刚说的第四条第五点，他说但自本自治条例公布施行前已取得。畜牧设施容许使用同意书，已取得同意书者，或者是已经取得畜牧登记，不在此限。对啊，就是你已经提的东西，就无你新的这个限制内底嘛。那即卖已经有送家伫你内底，假使讲伊若去吼，拍断去、退断去，安尼是比较新的，还是个人照顾的？这个新的法令都是以公告日期为主。那像我们这样施行之后，大概多久会公告？可大概什么时候会开始？到是说真正，就是我们今天如果过了，那我到底是我们什么时候才会开始适用新的这个自治条例？在这边跟议员回应哈，最主要是议会的那个会议记录过来，我们会会同法制来公告，一般大概都在一两周内就可以完成。一两周内，对，一两周之内就开始，对，就适用新法，比较新的，对。那现在已经有送件在里面的，
这那个部分还是旧法。可是他们还没有取得共同意书嘛？现在处长，我那议员讲了有，你现在送收礼送件的，哦，七十几件嘛。那现在修正了以后，七十几件是适用于旧法，是跟新法没关系。适用你怎么修件？不是我允，我觉得说已经修件的当然就是比较旧的没有错啦。跟议员回报哈、哦，因为各个收件其实它的进度也都不一样。对，所以你是照旧的下去做审核嘛？啊，假使讲今日，比如说这件，你感觉讲有对无符合，你会建议讲去补资料，资料是补旧的嘛，对吧？是讲甲提转去，啊，提转去了后，伊是要比较新的去送一摆，还是比旧的去送一摆？伊之前已经送一件个，送一件来啊。旧。因为我想说，刚好借这个机会问清楚，因为乡亲啊，或者是业者也有很多的疑虑嘛。跟议员回报哈，没有，好啦，好啦，掉啦，阿生，阿退的，哎，七十规定是拢是，能不能给我们在哪里呀、啊？哎，这个七十规定拢在对啊。要趁这机会厘清一下哈，其实刚刚在讲说，其实收件并不代表就通过，因为对啊，可是你刚刚说的七十几件，哎，您刚刚问我数量，我当然要回报哈，那跟议员回报这个部分哈。看是补件还是退件，退件当然就适用新法，补那是如果是补的话，那就当然是旧法。对，那补件你我们的原本旧的是规定说多久要补件？一个旧的都没有规定，没有，一般都一个月内。对，反正我那七十几件你是到底拢对专管的上面说你嘛好难知影子。对，上面说在啦。没有，那有时候哈，反正嘿，没人家的退件，马上叫人来报呢。所以这七十几件，这哎事关重大，你不能不会七十几件都有门路朝香啊，或者是都是在破住啊。你这七十外件啦，照旧法哈，安尼那是会引起足大的抗争哦。啊，背上背件，处长，七十外件嘞。我的意见是，已经申请到执照的。您应该展现公权力跟那个警察局，就让已经申请到执照的就先走，就先享有他们的权利。但是正在审件中，本来就有一些资料不足，或他是条件不符，那这样子退件，那依他补齐，我们时间制定，如果在时间之后才补齐的话，那当然是以新的游戏规则了。那如果是在他在我们。公布之前他已经补齐了，那当然是照他的旧有的，那就是依他自身的条件什么时候过来，如果他可以在时间内补过来，当然我们要尊重他的权利。那如果他是在我们颁布时间之后，那当然您要求的就要更加的严格。是，委员，其实您提得非常好，这就一开始我讲的哈，就一开始在报告就是说法令原本就有信赖保护原则，是哈，所以一般都不，所以不溯既往，好啊，这个是每个案件的方式都不太一样，目前进度也都不太一样，所以我没有办法统一讲啊。目前案件申请分布哈，主要分布是在哪个？溪口、大林、鹿草、民雄还有埔子这五乡镇都有。五乡镇都过的吗？啊、其他乡镇没有吗？啊，那这五乡镇如哪乡？主要嘛。哦，主要哦，哎、欸，主席啊，你看要安怎啦？那七十外间那边安怎？啊啊，次要哪个？啊，有主要次要嘞？啊，旧案的。那什么主要？七十几件里面那么主要？你算出来，看出哪一个乡镇几件都几很顶贵，严重的洪灾了。主要的洪灾，我来问中，你七十几件你分布在哪？主席，你说主要就是五县市啊，五县市。次要嘞，次要都摆位，中部有无？最上有无？都有，你只把数量给我打掉，没有啊？看，哎，主席，看要哪处理啦？这七十外件，这不能没有啦，无啦，今麦我们讲啦吼，几件是重点，嘛不是重点，但是上重点来讲，伊只会送来件，一定爱加入咱第四条、第六项的这个设置，因为伊今麦等你去念嘛，你麦等下讲起好，你用的时候，你还讲爱都不这设置，所以吵。是啦，因为我觉得这很重要啊，你要知道这个嘛。那已经跟他一起修正草案了哈，我们修正了以后，现在适可行里面就是要用修法，新法跟旧法了。哦，啊，你咁了意思？
对，我懂啦。但是我意思是，这个是议员要听嘛，这嘛是要适用于现有申请案件里面要用新法或者旧法。但主席，你知伊即马新申请伊未去哦，伊即是阿来咧去的，就叫来拆掉。伊咪伊咧去的是爱加去啦，加去即个设施啦。你爱有即个设施，唔要阿伯要搁吵阿伯嘛，是搁人搁问题搁一堆。无啦，申请电话拢阿未去啦。跟主席。主席，迄申请电话，迄是只呾申请拢是设施呢，迄个等于公所签结交甲输缴啦，所以叫拢阿未去的啦。啊，即七十几间看要安怎啦？啊，你若要，你若讲这七十几个适用旧法，嘿，会引起很大的反弹。这样子的，我跟你讲啊，你们审理案件里面的、啊，我们有收发里面的、啊，我们适用于新法、啊。好啦。对，跟主席汇报哈，旧案都是可以补件，可是期限内如果没有补件的话，是退回的话哈，就完全适用新法。这样子，绝对都很。处长，嘿，会退件未退件，嘿，拢恁在吵的啦。哎、欸，你若无要退去，无退去，你来报过来。你是你讲其他话啦？没有，我讲。主席，你这个案件呐、啊，我跟你讲，到最后啦，这个案件如果让你过得了，我讲今天过得了，明天还是再还会讲这些问题的。议员还是会有这个问题的，哦，还会有民怨呐。主席，那正式要应该申请。我不好意思，不对啦，伊雨林讲安尼对啦，申请中要暂缓啦，但老咱鬼料甲一并适用啦。对啦，申请中是应该是这样子。那他如果是已经具备他的条件，我们应该也要保护原有的业者。这处长也要通知已经拥有那个执照的业者，尚未盖但是拥有执照那些业者，你应该也要安抚一下这些原有的业者。现在如果有在新建中的啦，哦，就适用于旧法了。那审理中呢，适用于新法啦。啊，你看了好不好？好啦，好不好？上行当中的啦。嘿嘿嘿，新建中的哦，人在做啊吧，你开发了嘛，你搁敢用新法无理啦？对啊。哦，上行一摆，用新法啦，啊，好不好？好啦。各位，好不好？好，好来，那我们就这样子附带了哈。好，那各位对这案无意见啦哈。啊，无意见，拢安尼照我来通过。安尼，我讲啦吼，各位员驾驶员，咱已经开足久啊吼，开到电梯要花呀，哎，开到电梯要花呀，你看连电梯都在照顾人，你来看哎。所以吼，咱这议员认真吼是有价值的啦吼。咱驾驶员后边各有几啊案啦吼，甲。以后案啦、啊，教案若无意见嘞，是咪拢即马开始拢教官来通过，还有无？那以后案的部分嘛，纳入教官来通过吼。啊，议员嘞，拢加入人数，还有无？吼、哦，今仔日嘞开会嘞，感谢各位议员嘞，大家辛苦。我讲辛苦，恁绝对有价值嘞。天咧看，百姓嘛咧甲你看吼、哦。啊，事实嘞，恁拢认真啦吼。啊，感谢咱各位议员，加今仔日嘞媒体先生小姐，还有我们的一级主管所有的长官吼。来，来散会哈。这个法令里面等下修正的部分哦，看资料，队长不要紧张。